真的前进。没有。好，走。我觉得氛围很不错，蓝队在团赛项目上面我觉得有了一个很大的精进，不管是礼让或者是付出，至少是在这个团赛里是和谐的。我们其实没有想这么多，我们到底已经输几座奖杯，专注在训练上面，希望能把练习的东西发挥出来，比较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很大的压力这种。喜爱运动，热爱运动，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就睡不着觉，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运动吃运动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展元，我是尚华，欢迎收看全明星运动会。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庄体育馆，那今天已经是我们第15集节目，也进入到第11次的团战喽。是这一届大来宾邀请到的是贾凡教练。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凡教练。我们全明星运动会的赛季已经进入到赛季末了，我们现在第3季的累积的总奖杯数，红队有15座奖杯，蓝队已经有17座奖杯了，今天要继续奖杯争夺战。蓝队的男生对于篮球这项运动，我觉得本身他们平常像小美就是很常在打球，那品浩就更不用说了。小美啊，吴飞啊，对篮球的这项技术，我觉得都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理解的能力。所以说实在的，我对于蓝队男生在篮球的技术上面，我并没有给予他们太多的东西。那实际上在女生的训练上面给的力相对就多很多。上篮的时候会比较，因为体力可能消耗掉了，所以就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就要训练他们行进中接球，然后再上篮。对，都停。现在想说练手感，就一路走路都用左右腿关节，因为我好像没有练过运球，好像身体有点小不协调。真的是的，有破吗？帅哦，有破哦。对，但比赛才是重点呢。其实就看最后一球有没有第一球投进，第一球如果投进很重要。喂喂。好有意思啊！我想回家，可以让我回家了。三十，几秒？几秒？30，这边花太多时间。上次投篮我们输了，所以我们这次更用心在练习篮球这部分。我就是到了那个点，想好每一个动作做完，慢慢来，其实就可以一次完成。针对昨天像那个我们在群组在讲这件事情，我还是真的比较建议，就是大家都要练习，因为你突然要改变什么时候，你会变得没有准备。所以昨天在群里大家都说没问题，没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女生的话就是 Nina。他除了练习跟各方面是最好以外，而且他就是要血池。血池哦，好，加油！彤彤练习的非常的多，他刚才表现的也很好。可是纵观我们整个所有他在技术上的发展，我觉得今天还是以你先锋，好吧？好，加油！加油！好，加油！你把篮下做好，其他都你没有什么问题，你就是篮下上篮。好，男生的话，品浩。对，来，加油！
男生这一棒我也是想了一下，但是看起来我觉得在整个发挥上面，我觉得是小玉来。好，来敲一下吧，好不好？开始，正步，不落台。这个比赛最难的就是顺畅度，因为那个秒数是一秒一秒在跑的，每一个点都要把握到很好。有时候你们会不顺，那也没关系，你拿到球后一定要去另外一个位置，好，又能拿回来这边，然后不会过太难。好像差不多就是，对，差不多是九秒的部分。我不上了。他们都比我厉害。他九秒已经算快了，他们更快。我以为是十九秒。因为三分球比较看手感，当天的手感，因为有时候投得好，有时候投不好，所以我觉得比较注重于男生啊，就是在三分线。其实主要在调整，就是最后三分球尽量能在一两球就进，秒数应该很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大家练习很重要，还是要吃当天手感比较重要一些。那刚才我们有模拟的一些比赛，那我觉得男生目前这样看起来最稳定的还是庭筠跟猛俊。对，那男生这部分因为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所以就是以两个为主，男生。好 ，OK。女生的部分其实让我比较头痛一些，因为女生大家的成绩都还蛮不错的，最稳定还是主位，我觉得她一定要上。对。好，那还有一位女生，可能是我是蛮想上，蛮想上场哦。今年吗？是吧？对，大家都想上，那我们就不要跟上，谁上都一样。来哦，喊三下哦，来，终于可以喊了，气势气势，来，我们要赢啊！其实很重要，我们气势回来。1、2、3，Rapper。享受。红队女生的篮球，我们真的都很平均，所以真的谁上场都可以，因为就是代表红队。红蓝两队要来厮杀的是篮球技术挑战赛。我们要特别感谢一家人完美鸡赞助我们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在每周呢都源源不断的一直给选手提供一家人完美鸡，让大家呢有美丽有健康都能够补好补满。而且今天也是他们的品牌日哦，所以可以看到场边呢还有益生菌宝宝来帮大家来助威啦。那么今天呢这个篮球挑战赛啊，红蓝两队各自要配出两个男生跟两个女生，加总秒数最少的队伍获胜。不过有四个点他们要进行挑战哦，包括了运球，还有传球进圈、上篮以及定点投篮。男生是在三分线的位置，女生则是在罚球线。希望大家都能够努力比拼秒数了。是篮球是大来宾蒋凡教练的专业啦。您认为这个篮球技术挑战赛胜负的关键可能会出现在哪个环节？对，我觉得第一个是在传球，因为这个传球的距离跟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没那么容易一球就传进。再来就是三分线，男生的三分线投篮跟女生的罚球线，如果能够快速的命中的话，她的成绩一定会非常好。是，全明星运动会呢，在第二季啊，比过篮球技术挑战赛大会记录，女子组是才子的37秒23，男子组是严佑廷的25秒56。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由红队先攻，排开的第一棒是9号胡祖威，第二棒66号林思雨，第三棒1号徐谋俊，第四棒是21号王庭筠。而蓝队排出来的阵容，第一棒是背后12号的林颖乐，第二棒
棒是背号10号的田一宁，第三棒是背号20号的王品浩，而最后一棒是背号26号的杨奇玉。红队第一棒胡祖威已经在起点了。其实胡祖威啊，整个协调性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篮球挑战赛的部分，也是需要一个运动的协调性。一开始呢，他没有过到第五个角锥啊。没事啊，没事啊。好啊。好，好，准备上篮。加油！慢慢来。可以啊。OK。OK OK。加油很快，现在哎，加油，接下来第二次的尝试，刷框而出，我一个断球，这个球短，稳稳的进，胡祖威37秒90完成了他的篮球挑战赛，成绩是相当不错。可以，那个没事啊，应该没事，撞到而已，撞到而已，没事，可以。哇，暴力美学，可以。这个成绩其实相当好的。他应该是前面运球失误受到影响，不然如果罚球线如果能够顺利进球的话，他的成绩会更加卓越。其实运球这一个环节，并不是要运得非常快，因为运得非常快有可能会失误。其实重点是你运球的角度，过角锥的角度要小，然后重心要压得低，好，然后球不要运得太高，那这样子是又可以又快又流畅，又不容易失误。加油！加油！加油！紧接着要登场的是蓝队的第一位女选手林颖乐。那其实呢，贤姐啊就一直非常的特训他们哦，每天呢他们都一定要练定点呢，就一定要投进100颗才能够休息。这是贤姐的强项。林颖乐开始出发，左右换手运球过了5个角锥，非常的顺畅。哇！一次性助攻成功了。贤姐提点他们哦，不要慌。其实呢，这个很重要的是节奏。来，一次性，林颖乐的最后一个罚球线至关重要了。有没有机会破大会纪录？就看这一球。哇，这个没有进。不光他光边的球，旁边的球，旁边的球，没有进。32秒63。旁边的球，旁边的球，旁边的球，旁边的球。妮娜，我们的女状元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林颖乐的成绩32秒63是破了大会纪录。他如果在罚球线低球的投进，甚至还可以破男子组严佑廷的大会纪录。哎，很不可思议，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其实我不知道我破大会纪录，我只知道我其实蛮顺的，只是后面有点可惜，没有一球就进。我觉得如果我第二球没进，其实就会可能掉下来。紧接着呢，要登场的是红队的球类女神林思云宇宙。其实一直可以看到啊，像上次的我们的三分球大赛啊，或者是平常的练习啊，林思云都展现出高峰的学习力。这个运球有点瑕疵，不过还是呢顺利的过了5个角锥。我觉得其实刚刚林宇宙助攻传球一球的投进，也激励了林思云遇强则强。来来来来，不急，这边球稳。稳的，林思雨都是一次进，哇！今天的女生表现都相当的不错。小稳杰，还有一次投进，再破大会纪录，29秒01。林思雨是我们唯一全明星运动会目前的等女生抢进30秒内的女选手，林思雨的表现实在太赞了。哇，这个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对，我关键真的在最后的罚球，女生的罚球跟男生的3分哦。是，哇，林思雨，那真的是练习完全在这个场上展现出来耶。因为呢，他刚刚的每一个点都是一球进，非常完美。对，很完美，堪称完美的表现。我自己真的没有想到记录这件事情，就想说每一球我都是想过的，我每一球都不是急着出手的，我就是一球一球的完成它。
紧张，我紧张。嗨起来，好的，一定要自己嗨起来，一定自己嗨起来。接下来呢，蓝队要登场的第二名女选手田依宁。依宁呢，就是一个非常苦练型的选手哦。甜点呢，其实在很多重要的角色上面呢，都会来倚重依宁。啊，动作非常的确实。对。对。冰球的重心压得非常低哦。哇，也是一球进。这个助攻圈啊，真的非常不错啊。双手拿起来。这边呢，必须小人物上篮就可以了。这个角度不是太好，下来侧一点，手扣下来快点。老板，这个会有压力。对，第一球不进就会有压力。对。快好吗？好，罚球线，这个球刷框而出。抛线，对对，抛线，不要运球，脚用力，脚用力，其实他都很接近了。脚没有用力，这个球又短了。脚没有用力，脚，跟上去。前姐说，脚要蹬上去。投篮的时候要用脚的力量带动全身的力量。这个现在已经是心理的压力的问题了，会越投越慌哦。对，去稳稳就好了，进进进，拔进，很棒很棒。田英的成绩是1分03秒16。黄蓝两队现在女生都已经完成了篮球技术挑战赛，可以看到在前两棒江总的秒数，红队的部分是66秒91，蓝队是95秒79，所以红队目前是以28秒88的成绩领先了。红队接下来轮到的是第三棒徐某俊，准备出发。在比重篮球技术挑战赛就很看当天的球感跟手感了。对，那算是一气呵成。哦，篮球进圈呢，能够在这个第二个就男生这样的表现也算很不错。我觉得速度非常快。哦，这个上篮啊，干净利落。今天看起来像行云流水一样。真的要拼三分外线弧顶，弧度非常的高，第一球没有进。其他三分线的动作是用跳的，对，他是一名专业的球员。不错不错不错，牟俊的成绩34秒99。徐牟俊的速度很快，他的基本动作从一球推进就看得出来非常好。是，而且呢，徐牟俊的34秒99呢，现在是仅次于严佑廷当出来的这个25秒56的好成绩，已经是名列大会纪录第二了。可以可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稳定啊，可以可以可以。接下来是蓝队的第三棒了，王品浩。那品浩呢，不用说了，这 HBO 跟 UBA 的好成绩跟表现哦，也是被大家给寄予厚望。好，王品浩出发，左右换手运球，过了五个角锥之后，考验他的第一个是助攻，哇，一出去，棒棒。王品浩快攻，发动快攻，快马加鞭，三步并作两步上篮得分。王品浩呢也是破了定点投篮的大会纪录的哦。那这一个三分球的出手，跳起来没有进，这一球偏了，手势有了，抛线抛线，跳起来，加油。食指多一点，食指有了，哎呀，加油！一次的球歪掉，再一个，下弹了出来，食指食指，这个球短，加油加油加油！这个点需要的是信心了，对，47秒05，哇，其实品浩在前三个点他的表现都非常的流畅。对，在三分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要扛住那种心理的压力，压力很大哦。不管女生的罚球线，或者是男生的三分线哦，当你第一球没进的时候，其实你开始会紧张。对，连续两球不进之后，你后面的动作其实都跑掉了。目前红队的成绩是101秒9，那在蓝队的部分是142秒84，所以红队是领先了40秒94。英文领先，英文领先，他可以，三分稳投就好，可以，因为三分稳投就好。紧接着要上场的是红队的最后一棒王庭筠。其实啊，在小杰的排棒次呢，常常都是把王庭筠摆在最后一棒，他也是算是心理压力承受度比较高的一个。王庭筠。
188公分的好身材，然后他每周长脚，对，他每周对到平号，两个人是我们最高的。不过他们现在红队大幅度领先呐、啊，他压力身体带其实很小，可以身体带出去，稳稳的。哎呦，哎呦，贾凡教练，你有没有觉得他现在终于进了？进了。对，这个传球的距离跟高度，对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来讲，相对是难有困难度的。对啊，时间很多。现在要进入到最后一点三分球的位置，脚打板，哎呦 ，lucky ball， 很棒很棒，三分球，我们说打板都是幸运球啦。在了。红队目前呢已经是全部的选手都挑战完毕了，那么目前的总秒数是139秒28，而蓝队在前三棒的秒数哦，现在已经来到142秒84，所以其实呢秒数已经是超过红队了。那最后一棒的杨奇玉要登场，他基本上外线也是非常准的一个神射手型的人物，现在就是跟自己挑战了。因为王庭筠的好表现已经是让红队提早获胜了，所以杨奇玉就是要来拼一下大会记录喽，来加油。好，小玉压低重心，过了脚锥，你要高一点。其实小玉现在心情老师高一点，放轻松就好。不够不够，你要高一点，手伸直。好，这个球盘距来展现一下。其实我觉得杨奇玉他的运动家精神还是很足够。杨奇玉飞身扣篮下吧，要求太高了。还不错，转身打板球距。杨奇玉也是外线的定点射手啦，这是他吃饭的地方。来三分球，升起来，升起来。47秒62。球，放一个，放一个，放一个，抱歉抱歉，我也不会，不会，辛苦了，辛苦了，碎了，球，三位球员报告，黄队全击加总139秒98，哎，蓝队全击加总190秒94。哇，球射下来了，等一下 ，1 2 1 2 1 2 red fire。我对自己表现没有很满意，因为我没有达到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每一个都是一球进，然后加上弄到脚锥这个也是一个插曲，我觉得还可以更好。现在我上场比较在意的是我的状态跟心态，我也不会害怕任何的比赛，也不会害怕任何的上场，只要要我上场我就随时准备好。嗨起来啊，还是要嗨起来。哎，还有下一场，还有下一场，调整调整。我很努力想要去做好每一个细节，然后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卡在的是我传球的那个部分，说真的我传了蛮多球然后没进，然后上篮第一球也没进，三分球第一球也没进，但是我还是把这个时间控制在可能40秒内，我是觉得还可以更好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比赛的关系，然后可能导致自己心态也有点没有调整的那么好，所以就有点失常了。还要记住的是篮球技术挑战赛的颁奖，还是先跟红蓝两队呢介绍一下，大来宾是贾凡教练。贾凡教练呢，对于刚刚的篮球技术挑战赛，你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选手？嗯，我觉得蓝队的林颖乐哦，破纪录，哇，他的速度真的非常快。过去有常打篮球吗？五，田野高压的领导之下激励出来的，健身的教得很好，那还好。哪一个环节你觉得今天能够破纪录你是最顺畅？其实我今天没破我自己的最佳，有点小可惜，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毕竟我以前18颗头领，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很开心，就是第二颗就可以破。哇，真的很棒，我们都忘记了。忘记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进步真的令人非常的惊艳哈，真的赢得很棒。那还有呢？再就是我们后来破纪录最佳成绩的林思雨。
30秒之内的第一人呢，大会纪录哎！对，其实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就是破大会纪录，就是想说，赶快帮就是队友，因为这混合赛，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蛮重要。加上前面主威踢了一个脚锥，我说赶快，我一定要就是赶快追回来，而且我又跑很慢，对，所以就想说利用篮球一些运球，然后我们的领队跟就是篮队员真的教我们女生很多，就是一定要一球一球稳这样子。是哇，林思雨再破大会纪录。好的，篮球技术挑战赛获胜的是红队。刮到？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刮到眼睛吗？是刮到眼睛吗？好，那先静一下，静一下。刮到鼻子啊？应该跟我一样。还有吗？我看一下，是吗？我看一下有没有。痛吗？真的。有点痛。哇，那很痛。不用。还是很帅，还好。先冰敷了。还是很帅。Okay, okay.全明星运动会又有新项目了，红蓝两队要比拼的是藤球。那告诉大家呢，我们红蓝两队各自要派出四名选手，至少要有一名是女生，采取三战两胜制，而且是落地得分，单局15分。那么在这个藤球的项目呢，有一些重要的规范哦。如果呢你发球后用脚触线、踩线、触网、越网击球，踩到中线，球触手跟4次触球没有通过，都是失分的状况哦。那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真的是世界级的水准，我们士林国中的陈小薇同学，他国三哦，他要来进行示范，同时呢，要由台湾藤球第一人哦，我们台湾队的总教练詹宇婷教练来做球。陈小薇同学首先要示范的是下压的杀球动作，用脚底板下压，对，一个踹球的动作。接下来则是所谓倒挂金钩的正扣，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脚真的要抬得很高。不过这个动作在练习的时候，贺军翔跟艾薇是做得出来的。哇哦，接下来则是难度最高的翻杀的动作。哇！做出来了翻杀的动作，高水准的动作。对。那这一次呢，也非常的感谢士林国中啊，提供了红蓝两队选手，包括他们在训练的方面、器材方面呢，与大力的支持。是。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大家场上一定要。真的要谁就一定要球哪边一定要讲，好，比如说谁的，我们就说，因为你的，对，你的，我们都一直在有声音，我们不要再犯台球上次的错误，太安静了。好，男生部分，庭云、王子跟信仰先上，好，对，摩拳休息。那女生部分其实艾薇也不错，然后宇宙也不错。那昨天你们有一些模拟赛，然后教练也觉得艾薇很蛮好的，对，那我觉得我先排艾薇上场。哎。那随时有状况都要替换，然后大家每个人都是。哎，因为它其实也算是马来西亚蛮出名的一个运动，然后但是我没有玩过，对，然后可是我跟每个人讲，我们要比藤球，他们都，你这个一定要上场吧，这个我们的东西耶，就我马来西亚的朋友，然后我就哈啊好，我尽力哦，这样子。他的背靠着脚。哎呀，你已经极限了吗？藤球它有分4个动作，第一个是内侧，你们刚刚踢，然后第二个是吸底，第三个是主推，然后第四个是后退，第三下就可以进，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所以他可以加入藤球队，可以加入藤球队。你那是用头去碰球而已，只是被球砸而已。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来，跳起来，跳起来。好小心，你很厉害。我的头皮。好，开始哦。OK， 一。目标：4天之内学会倒挂金钩。哇，不可能练得起来啦，准备有基础啦。
还是我们看那个跆拳道有没有办法？来，跆拳道。真的啊，我今天练跆拳道的，所以我会那个啊。你会 from from from？ 哎呦！哇！来，陈球给他。倒挂金钩针交给你了。啊，不要。倒挂金钩针不行。jump！ 耶！这个项目发球就是很大的优势，但我希望他们就是能够发落点。宇宙跟艾薇就专门练发球，因为要在短时间内你要练那些停球攻击是对我们初学者来说完全不可能。那我们获胜冠军就在发球，那他们也在发球下很大的功夫。因为我觉得中观我们练习，我觉得英英在发球上他有也有特别练，所以他那个过往直坠那球蛮难接的，所以我们先拉他上去发球。Okay， 第一球就让他先去开球。好，然后三个男生，因为我有跟教练讨论过了，那品浩、小美跟小玉先来， okay， 等一下我们再来换人。好，大家好，我觉得以球类来讲，尤其是用脚踢的球，其实都蛮有难度的。它其实就像用脚踢的排球，可是因为你要用脚去做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来，真的，很痛啊！你们趴那么低干嘛？不怕腰断掉？啊，累的全身，我是好恶心哦！你是蜘蛛精哦？大蟒蛇哦？完蛋了！要做机制，喂，喊出来，你要直一点，都要僵尸，传掉的球，走，对，来，对，哎呀，对，太高，太高，今天高是球飞车在上面下来一点，够高，你不用跳啊，看其实，我救人了，今天比较痛啊。可以了，去找到新的工作了，是不是？那个海洋公园上班。大笔，我们大家都很丰满，现在的额头。哎，有点肿起来，红。对，最后压脚背，好，你稍微踢一下下，来回一下，对，好。我真的筋骨蛮酸痛的。因为太久没有做这动作，因为这样筋要很软，所以我刚刚就已经瞬间拉到很开了，所以肌肉好酸痛。好痛！刚刚就是做了一些比赛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可以使用的，可能就是用头去当做肌肉。伊宁靠发球就得分了哦，可以的，应该可以了。伊宁的发球，他就特别花很多时间在练习发球上面，尤其他练了一个我觉得绝招的球——过往击坠，那个让我们蓝队在先发的时候，其实教练在给我建议的时候，其实他的先发牌的并不是伊宁，可是因为在伊宁特别花时间在练习发球上面，我也帮他捡了很多的球，我觉得他应该在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口。这场比赛呢，红队推出来的先发选手包括21号的王庭筠、22号徐新阳、11号的邱胜翊以及19号的艾薇。而在蓝队部分推出来的选手分别是24号的贺军翔和20号的王品浩、26号杨奇煜跟10号的田一宁。所有左手边的双队，所有右手边的蓝队，双方球员进场。哎。红蓝两队的球员是正式进场，这是藤球比赛啊，这是一个仪式哦，这是一定要来进行的。那2022年就是今年的杭州亚运会，藤球也是正式项目。那台湾呢，藤球在女生的部分呢，可以排到世界前5名，在亚运也有机会夺牌。在藤球的发球权呢，一次会有3次的机会，但其实发球的准确不能够失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发球的时候可以看到呢，这个本身的田一宁这个发球很有水准，排球就是一个 S 的概念，直接
得分，准备准备，就是可以看到哦，前方的队友啊会挡成一排人墙哦，也就是要让对手是看不太到他起脚的位置。哇，他刚才第一个球几乎是贴着网子过去的。对，那伊宁呢用的是足背发球带，直接发球得分。对，可以看到刚刚伊宁采取的是足背发球，这个足背发球呢，如果发得好，球速是非常的快的，对，而且角度很犀利。发球喽！好，发第三球，所以我这个球出界，那这一次红队得到了一分。藤球呢是发球，可以由同一位选手一直发，一直发哈，不像是排球要轮流发球的。嗯，那这边艾薇应该是主要的发球手。对。因为艾薇他在训练韵律体操，然后他的柔软度啊跟自己的协调性都特别好，你看他的球发得非常的漂亮。小美先来了一个下了中推，这个球过网，结果出界。对，哎，好球，拍一个短的，直接杨奇，杨奇啊，头部攻击啊，一个头顶的接球啊。其实呢，头顶啊接得好的话，你的头要先稍微退一点，化解它那个来的力道，然后呢再发力出去，推到你想要的方向。今天的比赛其实两队应该多利用头顶，这个球是压线。哇，现在3-3，战成主手。就爱就爱拜，就做你平常练习的就好，加油。好，又是一个足背发球。哇，这个球，哇，他的发球真的非常有杀伤力。对，因为是硬，而且呢非常的边角球，又深又远。接发球的部分呢，必须呢要在前段呢先判断好，对，先接起来哦。哇，尝试要接，结果接出界外了。好，第三次的球权，哎，这一次是一个。哇，何君祥救得漂亮，救起来！哇，刚刚王品浩也试图再把它顶过网哦，没有成功。目前的比分5-4。其实观众在看，艺人选手他们在比藤球，因为接触的时间真的很短了，所以他们大部分是用头来把球，不要让球落地。王品浩想要居高临下用头锤来攻击，结果挂网没过。对，藤球基本上除了手之外，其他的身体部位都可以去接触到球，所以现在相较于脚部的攻击，头部的攻击反而更加安全。对。哇，这个球发出界外了，现在6-5，蓝队领先一分。我有平飞球，贺军翔救得好啊！哇，刚刚贺军翔的这个救球救得非常的漂亮。他每一次的这个防守基本上都是非常成功的哦。对。那其他可以不用那么客气，但是因为这个跟排球不一样，他第一个停球之后，他其实可以继续做进攻哦。哇，其实刚刚王庭云的这个救球也很厉害，因为刚刚庭云的这一球其实来势很快，而且相当的平。现在，好，来许新阳换上了徐谋俊，那么依旧是蓝队的球权，庭云的第二次发球。庭云发球，哇，这边呢，邱胜翊有点被王庭云干扰到。对，庭云发球的位置非对防守者非常尴尬，因为他都是接近准备要在底线出界的位置。哇，这个球哇，庭云爆啊！爬过网，根本也没有办法去防守。人品球啊！对，哇，现在蓝队已经是10分喽。家庭号，不要急哈。来，哦，艾薇。贺军翔把这个球踢过网，你看贺军翔真的是蓝队的主将吧？他其实各种角度的球他都能够稍微去解一下。他这个球由防守方直接用他的脚去转换角度哦，直接过网。对，直到我一个头顶，哇！结果艾薇没有能够顶回去。对，王廷浩的头顶不错。哎，要告诉大家哦，其实呢，因为红蓝两队都很常用头顶，可是其实藤球是蛮硬的哦，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呢，在练习的时候头顶都是挨挨脚。对，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其实呢，有一些女生的脸上都还有伤嘞，像是伊宁。好，这边顶回去，又顶出界外啊！蓝队连续得分了，已经13-5啊，把领先分数拉开到8分了。对。再一分，蓝队局末点就要浮现了。哇，田云这个球漂亮，起脚这个亮鞋底啊，差点踢到田云的头啊！是，对，王庭云守住了这个关键。来，田云，
往后就像一个兄弟，然后自己再救，还可以救回来。哇，二阶翔漂亮的三球。刚刚是红队得分，蓝队13-7。哇，田一令呢，罕见的发球失误。哇，现在红队有喘息的机会。好，艾薇来自于马来西亚，不过他说他小学并没有练过。哇，后军翔一个倒跨进攻式，救出界外。对，虽然是救出界外，但是后军翔展现了一个漂亮的倒挂进攻，他的柔软度非常的好哦。贺军翔如果在正式的队伍里面有人帮他做球的话，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很多很高难度的杀球。对。哦，哇，你看。好，带过来之后，球生一发生的失误，蓝队添牌了，14-9，五个局末点的机会。哇，杨奇煜的这个头顶想法很好，但是顶出界外，咬回来，咬回来，太急太急了，再一分，稳稳打。现在又是蓝队的球权，只剩下最后一分就能够结束第一局的比赛了。田一令这一脚出界了，换人换人。好，田一令退场休息，换上了是林颖乐。刚刚整体的发球我们看到了都比较是足背发球，那不知道贺军翔会不会展现不一样的发球技巧？哇，结果呢发出界外。啊！还有两个局末点的机会哦。好，稳稳发过，结果踢出界外，蓝队第一局以15-12拿下了胜利。追得漂亮，追得漂亮，追得漂亮。等一下，那个女生换一下，我们就来发球试看看。伊宁发球危险蛮大的，她蛮平的又很快。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前排前排直接顶过去，没问题。对，直接去抢就行。等一下伊宁再上来发球，然后吴飞换一下小玉，好不好？好，换一下，来加油！伊宁再上去发球，不用再放，调整之后。横球比赛3-2胜的比赛，第二局要开始。红队在第二局的选手有王庭筠、徐谋俊、邱胜翊以及林思雨。蓝队的部分第二局派出来的选手是贺军翔、王品浩、吴飞跟田一命。第二局的比赛开始，由红队来发球。派出来的是林思雨。林思雨刚刚在篮球挑战赛给大家非常惊艳的表现。现在他的藤球发球，这一脚贺军翔接起来接出界外。林思雨这个发球也是相当有水准的。对。发一个平的，结果身高189公分高的王品浩直接头锤建功。一般来讲，你矮个子的话，当然你需要靠脚去拉高你的这个杀球的高度。那王品浩个头将近190，所以以他的这个高度去用头锤杀球是最合适不过的。哇，贺军翔这个球踢出界外啊！他在这一局已经两次啊，接出界外了，接发球失误。对，还是主力发球员田一令。哇，田一令已经连续到第二回合都要担任这个重责大任，他的发球依旧是。结果这球发出界外。哇，红队在第二局一开始就已经抢下3分，目前是领先的咯。藤球呢其实有分2人制、3人制以及4人制。那其实3人制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因为会有一个抛球的球员。好，贺军翔这个脚勾回来，王品浩还是他脚虽然可以抬得那么高，但是准确度还是没办法。藤球选手啊，非常辛苦，他们最常做的训练就是拉筋，对，那个柔软度要非常好，是，腿部要能够去做到各种角度的变化，是。哇，这个又发球失误了，红队已经5-1领先了，蓝队换人，林颖乐上场，田一令退场休息。
又是发球直接得分。宇宙的发球也是让人完全防守不了，相当致命哎。非常稳定哎。林思雨今天真的是堪称女杀手等级啊。又发给我，他是挑弱点攻击啊。现在红队已经是7-1，六分领先喽。暂停。那蓝队喊出暂停，因为的确以现在的局势不太妙，他们可能要紧急调整一下阵容。专注一点，专注一点，他球，我叫他发过来球没有很难呢、啊，没有很难，早点准备，要专注一点，哦，加油加油加油！别人喊，那他们喊越喊越乱，他们越来越乱，我们就他发球 A 的时候全部一起配合。暂停结束，比赛要继续进行。目前红队是7-1，领先蓝队有六分之多。对，继续是由林思雨来进行第三次的发球。发球，打球，又是接发球，接不起来啊！无非林思雨盯上他了。对，而且那代表林思雨他的发球是非常能够控球的方向。小玉，小玉，你看他，快点，快点，换人，换人，换人。现在钱维娟教练呢，果然呢，现在把无非给换下去，换上了杨奇玉，而发球人换成了贺军翔。贺军翔一个稳定的漂亮的杀球，刚刚王庭宇防守非常的漂亮，哇，果然是发狠呢，哇，红队真的是在第二局气势如虹哎，王庭宇也是利用他身材高大的优势哦，对，所以他可以去拦截到这个发球，可以找踢出界外，好，贺军翔第三次的发球，后排注意啊，我先顶高过网，再被顶网。输人不输阵，对，我也来一个头锤杀球。用先用膝盖救起来，再把球带过去。漂亮！哇！这个非常靠近往前，哇，头往下一低，这个呢擦网过得分。但不得不说，刚刚那一个回合里头呢，蓝队里头的默契表现是真的很不错的。哇，又是宇宙的发球，哎呦，没有喊声。林思雨找不到吴飞了，他就找杨奇宇了。对，总之球就是不要往贺军翔。对，没错，他刻意就是一直闪躲贺军翔的位置啊。对，很聪明，很聪明的一个选手跟策略。哦，这边呢，太犀利了。对啊，还是想要发给杨奇宇。秉浩，他这太快了，这过去让后面来处理啊。哦，蓝队现在4-11啊，七分的落后。贺军翔的发球往前哦，救起来了，不错，再用头顶哦，大家准备准备，吵起来，吵起来，来了来了来了，好球，哇，这边没有顶到啊。蓝队得分，哇！哦，这个你想刚刚这个发球相当的深远呐。其实刚刚王庭宇那个球，我觉得用脚接会比头来的好一点哦。对，不过没关系，现在红队有胜利女神林思雨。哇！结果发球出界。哇！可惜。目前红队喊出了暂停，我们现在是领先，不要搞得像输一样，好不好？我们是领先的，好不好？气势好，气势，气势，对，让气势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OK OK 哦，等一下你发球一样，位置看位置发。好，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也是把球往长发就行。好，好不好？好。然后平衡那位置，他会跳得高，要注意一下，可以往另外一边发。对，或者是发高一点，对，发得很好，发得很好，我们赢就要像赢的样子，哎，好不好？来，我们一定要真的耐下心来跟他打招呼，因为我们的控球能力其实比他们好，对，他们多数了，多数都是头锤啊。小美刚才那太极那个盘子你来处理就好了，刚才那个球有点可惜，都很棒，再一个一个来，这样。好，暂停结束，比赛要继续进行。目前的红队是11-8，三分领先蓝队。好，红队由林思雨继续发球。
那其实正式的横球比赛呢，我们还会看到有像排球一样拦网的动作啦，吼，包括用背部啊去拦网，或者是用抬腿去拦网。对，这一球呢，可能林思雨是想要打杨奇煜的方向，但是因为王炳浩在前面身高比较高，马上一个头顶把他反接了回去。蓝队现在分数也追上来了，对，两分差。林思雨的第三个攻击的机会，杨奇煜的这一球，哇，方向上面哦有一点偏离了，红队12-9领先，目前是蓝队的进攻机会。这一球救没得救了，对。何君祥的发球，徐谋俊把球顶过网，不顶，哇！稳住，稳住，稳住啊，稳住啊！好，现在一分差，何君祥。蓝队第三次的发球了，来哦，漂亮，自己处理。对。国王要踢过网，结果没过网，追到平手了。哇，现在两队12-12平手了。哇，但是现在是红队的进攻机会，还是有机会啊，红队，因为呢林思雨非常的会发球，他要瞄准对角线的杨奇煜吗？发个短的。哇，蓝队把分数超前了，13-12领先了。七号慢慢来，喊声喊声，他刚好在前排哦，挡住了，就是林思雨想往杨奇煜那边的球。哇，现在赛末点，赛末点浮现了，两个赛末点的机会。直接踢过，出界，追上来了，先化解了对方一个赛末点。对，不过呢，红队只要如果再拿下一分，就不要打 lose 哦，要再抢两分哦。所以呢，其实现在虽然是蓝队的球权，可是呢，也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哎，停住！这一球，何君祥。15-13拿了下来，在3战2胜制的比赛，蓝队是2-0拿下了藤球项目的胜利。碎了！第二节由蓝队15-13获胜，总局数由蓝队2-0获胜。其实会紧张，但是我还蛮相信他们的。尤其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队长在旁边，然后三个男生这样子包围着女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安心，不会因为说落后就让自己乱了阵脚或什么的。他们还是稳稳的，就是把分数追回来了。依宁他今天表现的真的是很好，他的发球跟就是比赛的那个感觉状态都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小美哥站在后排，就是有点像 cover 我们大家的感觉，我们一直都有 hold 住，就是我们比赛的那个情绪，我们都没有被影响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得蛮好的一点。不管派谁，我觉得我们这两周的整个团队的士气真的很棒，即便我们可能上午的篮球很可惜，就像我们上一周一样，可能老天爷给我们的试炼就是不让我们3连胜，但没关系，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的，但是每一个比赛对我们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验，然后谢谢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谢谢大家让我觉得跟大家在同一队，我觉得非常的骄傲，加油！我喊一个，谢谢陈姐，对对对，加油，陈姐，陈姐 ，1、2、3，加油！那我先走了，好，再见，拜拜，再见，陈姐，加油。北师大加油！加油，北师大！对啊，昨天。我也好喜欢。好可惜啊！我要死掉了。没事，没事。哇！想帮你想要表演。
出去，想说先不要跑，因为他站很边，对，他站很边，然后想说算了，给小玉，也是蛮有机会。对，没有，发很好。可惜，可惜，没事没事。手松一下，手松一下。还有一次，还有一场，可能就是一个气势上面的轮转吧，输在我们自己的失误。坦白说，我真的尽力了。inning 的发球，美哥的发球确实真的发得很好。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在被反超的时候，是钱姐开始调换人的时候，她把我在打点的人都换下去了，的确有一点打乱我可能原本要发球的位置，分数一直被追上来，就觉得完了完了又要追了。我觉得只要我们队上有一个开始要追分的这一个概念，大家就会有一个氛围开始很紧绷又很小心，我们要赶快找到这一个点，然后打破这一个我们以前一直来的 routine。 然后进行的是藤球项目的颁奖，哇，真的是难度非常高的一项运动啊。戴明觉得呢，在这么短的时间两队能够在这么高竞技的舞台里面有这样表现，我觉得非常难得。嗯，是哪些选手你觉得的话要给他一个称赞？刚才看到红队的王庭瑜，哎，对，王庭瑜，他在前排的包括防守跟利用防守之后的回击，他的头槌非常厉害。对，那还有呢？那这边当然就是贺军翔，还有品浩啊。品浩是完全利用他身高跟他的运动能力，在前排。本来是防守的球，变成他的杀球，对，头顶杀球。然后贺军翔，当然他脚下的功夫真的是不在话下。谢谢谢谢。今天我觉得所有的技巧都展现给我们大家看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像，因为我以前是毽球校队，所以要踢这个真的需要时间去练习。是。那大家在短短的时间可以练到，就是都是用头锤在攻击，其实也很强了，我们也很害怕。对。但还好，就是队友也相信我，后面的球会让我去接这样子。好，藤球项目获胜的是蓝队。恭喜你！今天的神秘嘉宾哈，来，我们来欢手，来，神秘嘉宾。机器啊，我们百战百胜的食物其实不会比你们不行。哎呦，那个安安，对不对？你问问你爸爸，你爸爸比较轻松啊。你爸爸都看着我们玩啊。对，我平常很少看电视，那这一季呢，我几乎每个礼拜陪我老婆看。哦，好像还有两三次录影嘛，这就要结束了。哦，那我还想了，这个不论输赢啊，大家看到你们的这种表现还有努力，我觉得全民运动会是带给台湾一个热血，然后那个是一个很正向，所有东西呢不是凭空而来，不是平白能够获得的，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哦，奶哥有一件事情，因为你一开始这个我们第三季开始，你有在媒体上面说，如果有选手游泳赢过你，你要拿10万块钱出来，这个还有吗？一定有。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来游泳 PK， 你是最厉害的吗？哎，对，是不是？是杨的，那我都比你厉害，我还怕你什么？真的，我们比50公尺就好了。哇！这样赚钱，对，万岁万岁！我都收，我都收。来，你那一句话，奶哥这边对，可以。可以。因为我现在快要出国。最重要的，他呢，真的，我觉得学习到很多不管他们的未来怎么样，但我觉得有这一段是人生真的难得的经验。也谢谢大家这么照顾新娘，好，谢谢大家。因为今天呢，本来说要送饮料，那我是说，我很不建议大家喝饮料，什么事就跟他就送钱。这是一个发嘛，我这边捐8000，8000呢？
那我们看看制作单位啊，给大家拿一点健康的东西吃，好不好？一点小益生菌。谢谢大哥。我要记得，就是等一下上场的时候，跟上次在手术单一样，有些人太急，就是不要一上去就是想要马上就是射，对，有几秒，其实慢慢先把心情稳定下来，再射箭。嗯，好，好，加油，加油！哎，借我看一下，我想看一下，所以你有看出来吗？有啊，有啊。你怎么不走过去就好？哎，我怎么看到椅子？在我那边有。在视察。应该是齐伦哥。我们第一时间呢，明明就是我前面就会出现分数了，为什么我找不到？等一下就会出现分数，好不好？我看到了，到了。其实我是希望说大家能有多时间练，就因为我其实没什么会等在射箭，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多我把我自己的时间牺牲，对，但等一下我还是会射三箭，因为我想要有一些照片。红蓝两队接下来要比准度，要比的是射箭团体赛。是这件事的射箭项目当中呢，红蓝两队各自要配出两个男生跟两个女生，每个人有三支箭的机会，这每一支箭射出的时间是要60秒为限哦。加总的成绩比较高的队伍即为胜方。全明星运动会呢，在第三季啊，曾经在小巨蛋比过射箭哦，当时呢也是团体赛，不过是三男三女，而当时呢是红队以一分之差赢下了比赛。而至于呢，全民运动会在射箭的大会记录，男子组是小春的30分，女子组则是由喜菜、田一宁、黄慕言以及焦曼婷四位选手共同保有30分的大会记录。好吧，我们这次射箭呢，就像钱姐讲的，我们大家都进步了很多，而且信心也稳定了很多。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住这一场。那以刚刚我们这样看下来的状态，我觉得第一个还是由我们上过场也在小巨蛋担纲第一箭的女生伊宁，好不好？女生，好，伊宁先，好，加油，加油，因为刚刚小猪故意射了一个8分，我觉得不是很吉利，对，我觉得不是抠金嘴，我觉得不是很吉利。那我们就让尹乐上场，加油，加油。接下来男生的，对，对，我觉得因为上次世安也上过小巨蛋，对，然后刚刚的状态他准心调完之后也都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还是让世安上，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对哦。然后第二个没有悬念，因为上次吴飞也射得不错，那我觉得像品浩在射击类一直还没有表演过，好不好？我们第二个品浩，好，加油，加油。小巨蛋的时候好像射了26分吧，完全跟练习的时候不一样。我当时很气馁，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机会去讨回来。它要是一个平行的概念，那如果有偏斜，就像你讲，拿起来它就是有歪的。不用，它自己修啊！我已经跟你说要自己修，进去了。正中心，耶！要帮我拍一下。嗯，可是你很冷静。射箭，你要刚才跟我说什么？你可不可以争取一下你射箭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不想让翔哥再拿第三座。哦，哎，你说的，我是叫他争取 MVP， 争取 MVP， 哦，争取 MVP， 叫他自己要争取一下。可以等等，你那不错哦。30分，三支内十。哦，很集中哎！我们两个一起，一人一箭的。对，我们在模拟比赛的时候，一个人射一支的感觉。倩姐有把这个选兵选将的任务交给我，哦，这个压力真的很大。但其实不担心，是因为我们的练习都足够，我们自信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上场，我就放心的去用我在现场看到大家的状态来选队友。刚才训练情况，其实男生部分都是差不多，女生部分其实也差不多。那我可能就艾薇跟娇娇。哎，那男生部分也很痛苦，真的，因为我们三次小巨蛋，我们射箭其实都射得不错。这次上场男生名单就是提名跟王子。哎，
很棒哦，为什么我们上去射箭我们是很有把握的，我们就是挑两个很最稳的再上去比，一定可以拿下。今天十几度还是要来练习，然后一直在流鼻涕，真的很冷嘞，我这个沙漠人不行啊。还会怎么了？冷，冷到死里面去。我看大家普遍都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叫做光过去就想要去把它拉下来。那这种拉法呢，靠位是不好靠的，应该自己有个碰，不管你碰哪里，先碰到自己，然后再把它带到你要的位置去。哇！倒数80秒，好，好，好，是哦。十十十，这个会不会太中间了？哎呦，空气枪的十分重现了哟！是 Prince 吗？哦哟 ，Prince， 压线也剩十分哦，所以这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十分哦。感恩的心，毕竟我们现在在追杯数，一定不能输，我绝对不能少一分。一分都不行，把平常真的那种实力可以拿出来展现在场上。好，两位好，我们现在进行射箭项目，我们来决定我们的先后顺序。红队，杰哥，没事，红队选不是吗？对，不好，不好，没事没事。嗯，我们选择先行 ，OK。那我选择。好，我不用选，我没得选择。OK。好，所以红队先。好，这场比赛红队先攻，排出来的第一棒是艾薇，第二棒焦曼婷，第三棒邱胜翊，第四棒是王庭筠。而在蓝队排出来的阵容，第一棒是田一宁，第二棒林颖乐，第三棒陈世安，第四棒是王品浩。好，红队的第一棒艾薇以及蓝队第一棒田一宁已经准备要射出他们第一支箭了。红队先攻，红队第一棒艾薇，请射出第一支箭。计时开始，一支箭总共是60秒的时间。艾薇上一次在小巨蛋，他是9分、10分、10分，嗯，几乎要逼近满分的成绩哦，也有机会能够追平大会记录的。10分，十分箭，电子积分板上面出现的成绩是十分箭。要出手的是蓝队的第一位选手田一宁。田一宁上次是满分30分，哎，哇，正中红心，调整好就好了，不要急哦。哦，两名选手都是等于是第一位的初赛哦，这个心理的抗压性是特别的强哦。对，非常静态的一个状况哦，考验的是心理的素质啊。哇，这箭好像是8分，跟黄的之间哦，电子积分板上面是8分，我的之前是8分箭。田一宁选手要射出他第二支箭，9分，9分箭。好，艾薇要射出他第三支箭，好，哎，走走，9分，不要急哦，一分。艾薇目前5个，成绩总共是27分。田一宁要射出他第三支箭。哇哦！一定好球，10分，射箭10分。一定是维持的高水准哦。连上加总的29分，稳定性非常好。嗯，可以看到今天一定的整体表现都算是不错哦。好，接下来第二棒的选手，红队的焦曼婷与蓝队的林颖乐，即将要开始他们的比赛，请焦曼婷
射出第一支箭。哇，这箭射出十分，非常的正中红心。娇娇还是一贯的高水准，很不错哦。林颖乐在之前是没有在射箭项目登场过的哦。对，上次是黄木炎射出30分，但这次并没有出赛。对，所以这也是林颖乐在我们的全明星赛季当中第一次射箭。哇，也是十分。焦曼婷选手要射出第二支箭。OK， 九分，这箭不错，在黄色的区块。林颖乐选手要射出他第二支箭，而因为前姐呢，这个有事情哦，要带球队先离开了，所以射箭的这个阵容是小美、贺军翔排出来的哦。可以看到这个队长啊，想要让不一样的阵容上线，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有练习以后的表现。哎，不错。这个有没有压到十分的线呢？哦，十分啊，领了。调整一下啊。他现在稍微让自己放松一下，不能让肌肉紧绷。对。而且要让自己的专注度要窄化，好。嗯。先看有没有赢了。哇，不错，应该是有压到十分吗？是，应该是有十分箭，调整的速度非常快，稳的，对对对，依旧很棒。林颖乐要来挑战呢，凭大会记录哦。林颖乐选手，请射出第三支箭。换了一支箭，那支箭手感不太好。哇，不错不错，这一箭是十，哇，十分，哇，厉害，满分，30分，拼大会记录。好，我们今天的女状元棒棒的哦，刚刚呢，在这个篮球挑战赛的时候，也是一度是创了大会记录，虽然很快被林思雨给追过去，但是她现在在这个射箭的项目呢，也再拼大会记录。好，所以在前两棒啊，女选手比完。蓝队呢是59分，红队是56分。对，蓝队目前是3分领先。红蓝两队呢各自要登场的是我们的男选手，蓝队是陈世安，红队则是王子邱胜义。其实呢，上次在台北小巨蛋哦，红队有派出徐新阳出来射箭，而他当时是三位红队男选手里面分数最高的29分。我今天呢，在派出两位男选手的时候，江宏杰教练也做了阵容的调整，可能是看今天临场的状况。好，邱胜义选手，请射出第一支箭。邱胜义有他的准度一直都是非常好的。这一箭是8分，也很不错，也很不错。不要急哦。的拉弓的姿势呢，被教练说是非常的标准，因为它是一个七字形的拉弓法。
哇，这一间十分，十分。陈山十分界，对他的手臂的肌肉其实非常明显可见的，是代表他在上半身的一个肌力训练，包括他的稳定性都非常好。嗯，邱胜翊选手，请射出第二支箭。OK， 这次出手蛮快的，但是是八分。十三记得要修。哇，不错！这一箭九分箭，九分。对，陈山射出了九分箭。位置调整一下哦。如果再往上一点点，哎、欸，有，这一次有进步，有压到线呐、啊，九分的，哎、欸，结果四分板是八分，待会还会再确认一下。对，但是它的准度已经又比前两支更好了，已经有做到修正了。陈山也是在练习的时候哦，对这个射箭射出了兴趣，所以他是走自己买弓的哦，是，嗯。哇，不错！这一箭，位置差不多。九分箭，九分，对，九分，不错，这次进步了，射出了28分。你好，他们的抗压性真的太好了。对。好的，在刚刚经过了前三轮的分数加总哦，可以看到呢，目前红队的三棒加总成绩是80分，蓝队是87分，所以目前蓝队是以7分领先。要进入到的是最后一棒，红队的王庭云与蓝队的王品浩双王对决。哇，就是这个双塔哈，双塔，对对，还在同一个棒次。他们从这一季的第一集战到了已经寂寞了。然后呢，王庭云，你看他又被放在压轴的位置。王庭云选手，请射出第一支箭。王庭云其实，在台北小巨蛋呢、哦，他是10分、9分、9分，对，拿了28分。王庭云也是稳定度很够，然后心比较容易沉静下来的一个选手。哇，不错！哇，十分箭。王庭云射出了10分箭。不过，如果以目前蓝队的成绩领先7分的话，王品浩只要是稳定发挥，不要失误就可以了。对他真的是只要很稳定的发挥。王品浩也是在射箭项目初登场了。有压线吗？9分箭。九分。要修，记得要修。修正一下都可以的。有，还可以，还可以。我庭云呢，就看能不能再创自己的成绩，拿下30分的大会纪录。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位置，复制贴上，再一个10分箭，几乎在同一个点上哎，王庭云这不得了。他有点紧张，调整呼吸，深呼吸没关系，时间还有将近半分钟哦。他们两个都是，也是一模一样的位置，也在九分。再修一下，再修一下，往上修，往上修。这两个人的稳定性很强，集中度很高。王庭云他现在只要再射出一支10分箭，他就追平了小春的大会记录了。
九分，他打一天呢，但其实很棒了，接近完美。对，接下来王品浩只要射出四分平手，五分赢。对。哇，这一件十分，完美收尾，一件十分。所以蓝队四棒成绩加总是115分，红队是109分，所以在射箭团体赛事要蓝队获胜。我们冷静，我们冷静。我们赢了，还有两周，好不好？你要延续这个气势，一直喊。就是每一周能拿两胜就拿两胜，尽量三胜，好不好？好。这两周的气势大家保持得很好，我当然希望我们这样的气势要继续更往上走，团结一条心，到最后总冠军赛拿下总冠军才是真正的胜利。不用抱歉，不用抱歉，不用抱歉。要抓，要抓，都是一个。各位不要哭，各位不要哭。不要哭，没事，还没结束。我们要追回来过了。对啊，这场面算什么？我总冠军赛拿下，不用再怕了。加油，加油。射完三箭下场的时候，我不敢看我的队友，我也不敢讲任何话，我不能不怪自己，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我练习的东西没有在比赛上，一定还是会怪自己。人生就是这样，没有人是永远顺利的，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代表你在长大。我觉得我来了全明星长大了很多，因为我面对了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面对过的事情。结束之后，我看到大家纷纷的来安慰我，其实我觉得这好像很不应该，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大家需要安抚的人。身为队长，应该是角色是互换过来的。我觉得自己要快速的调整，承认自己的失败，然后赶快的好起来，把力量再继续带给队员。来，这次是射箭团体赛的颁奖。但大来宾，有没有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选手？我觉得蓝队的陈世安。好，来聊一下，来聊一下啊。我觉得他拉弓的动作非常优美，而且非常具有力量。是，世安，其实你在练习的时候，教练就有说你的姿势是最标准的，对不对？对，而且我要谢谢那个小林教练，因为他真的对于我的姿势有做很多很多的调整，而且我昨天晚上还特地去找他练，然后我还射出了10次的30分，哇，真的很努力想要做到就是血池，因为我小巨蛋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射得很好，但今天我觉得在整个蓝队的支持的那个气氛下，我觉得我有尽量稳下来。有，很稳定，谢谢。稳定性十足啊！陈世安在射箭的表现太亮眼了，谢谢。还有嘞，还有蓝队的林颖任，林颖任，对，而且你在小巨蛋没有比赛哎，对啊，因为我们女生其实都很猛，都是非常稳定，都有30分的那个水准，然后所以歌间也很难做选择，很难做选择啦。但是因为跟教练讨论过，然后因为之前。尹乐也没有上场比赛射箭，我觉得还是要把机会给没上过场的人，因为其实大家平常练习的次数真的很多，也花了蛮多钱在这个项目。射箭团体赛获胜的是蓝队。整天的篮球挑战赛、藤球还有射箭的比赛之后呢，当然也会诞生一个 MVP。请问大来宾主围的有，有红队的王庭宇，来，入围的原因是庭宇在藤球的表现让我很印象深刻。那他篮球的比赛其实成绩也很不错，37秒。那最后的射箭其实稳定性，前两支箭几乎接近完美，就是我觉得他三项成绩都非常平均。恭喜庭宇。来，
还有入围的呢？再来就是蓝队的林颖乐，哎，林颖乐。第一个技术挑战赛就先破纪录了，对，然后最后一项的射箭，哇，他也是能静能动，然后这么两项极端的运动，他有办法都表现得那么高水准，很厉害。还有入围的呢？对，然后田一宁，田一宁。原因是，英宁其实在横球项目能够让蓝队稳住军心，就是前面靠他几次的发球，那个真的是招招致命的，每一球都击中这个敌人的要害，是，所以蓝队的藤球能够胜出，英宁蛮关键。那再来刚才的射箭表现也接近满分，打头阵，对，我觉得他在对于球这个整个蓝队今天能够取得两项胜利，鞠躬绝尾。嗯，至关重要。哎呦，还有入围的蓝队的王品浩。哦，入围的品浩。第一个也是一样嘛，藤球的项目，他在防守端几乎是断绝了对方的发球，对，直接由守为攻，那取得非常多的分数。那再就是刚才最后的射箭。那我觉得射箭当然已经是占领先的优势，但我那时候在看，我反而觉得压力在他身上，因为他绝对不能失误。对，对他如果失误一个 miss， 可能五分四分，也许就输掉比赛。但他还是稳住阵脚。好，现在贾凡教练大来宾要宣布 MVP 得奖的是田一宁。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整个赛季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成长跟改变，拿到这个 MVP 你的感觉怎么样？不要再哭了，那我们全部都要哭。谢谢队友，因为我其实每个项目都花很多时间练习，然后有时候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怪我，然后都很信任我。然后我也很谢谢姐姐，还有队长。队长哭了，因为你平常真的很认真在练习。对，而且他的练习每一个他都是最早到的，都觉得很孤单。所以他们都提前一个小时就到现场开始练苦练，一直很努力。而且我们这样进去，真的看到英英脸上有那个藤球的印子，在这边真的很辛苦。这边呢、啊，对，哇，不过英英的这个精神感动到贺军翔、小美都哭了。小美哥，不，你谈聊一下对于，不是因为平常看英英真的。很认真付出，然后虽然可能有的时候反应没那么快，但是我觉得今天其实在整体下来，然后被看到，然后表现像我们藤球的发球，他其实发球的水准也很好，对我们前面其实也一直很信任他，给他发球，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他的 MVP 是我们大家的一起得到的感觉，对对对，恭喜田一宁拿到了。回头看到队友就是他们哭成一片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完全没办法讲任何的话。谢谢我们所有的队友，包括还有前姐啊，然后还有队长，是他们一直在背后扶着我，告诉我说英你就往前走，你没问题的，他们太重要了，一直给我很多信心鼓励，让我知道说其实是可以做到。他虽然可能在一开始测试赛入选蓝队的时候，他可能是最后一顺位进来的人，可是我觉得他是比，就他是比所有人付出还多的，对，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今天的 MVP 颁给他，就是很棒，很值得。大家真的，有付出努力都有被看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全明星到现在进入尾声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动的一个部分。真的这么感动？你也哭？你怎么办的？就是这样啊，为什么？连小美都哭了。你在那边心情中文什么啊？感动啊！真的，非常感动。
棒啊！我跟你讲，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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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谁，不是谁，不是谁，我是感觉超棒，很爽，很爽。OK， 你知道看，你看我们大家的反应就知道，你在我们心目中真的是 MVP， 真的，你整个篮队 MVP。我觉得此地我不宜久留，我先离开。不想再哭了。帮你擦眼了。帮你擦眼。我帮你擦牙龈。牙龈流泪。帮你擦牙龈。对啦。输球是真的很难过，真的难过。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奥运选拔的时候，然后我遇到一个选手，我跟他比过七次，我没输过半次。然后那一场是决赛，我赢他就可以参加奥运的选拔。结果我七次没输过，在那一场比赛我输了。你知道那一整天，那一天晚上到了半夜，我基本上都躺在床上动不了，然后都擤鼻涕啊，然后就只能瘫在那。我们付出也够多了，但有时候比赛就真的是这样。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运动，你有付出，你就会得到真正该有的东西，但其实不是。真正得到是你要怎么样去克服全部的因素，然后把自己最稳定的东西发挥出来，然后怎样去正向的面对比赛。对，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下周再来过。我们让我们自己再好一点，用正向面对比赛，让整体的状态好起来，给自己、给观众、给篮队看，我们就算怎么样，我们就算成绩怎么样，我们就算怎样，我们态度是好的，我们气氛是好的，我们面对比赛态度是坚定的。这才是运动真正的本质，想要做什么，这就是本质，好不好？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哭没关系，我们结束，整理好心情，我们再来过，不要放弃。不要。输最害怕什么？坚持。真的，你坚持下去，有一天你真的会击败他。所以我们尽量加油，我们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红队，勇夫冒险。哎，对面，我们来比赛吗？逼的吗？先比射箭。不用。你不要啦，你会输啦！比射箭，我每一届都十分的，你自己看。输了就帮对方洗衣服，好不好？那我可以吗？回去把我妈给带来。哎，哇，来啊！十分。你算九分好不好？好，比较有面子的，那就给你。好啦好啦，我洗我洗，走走走走。曾哥，我衣服都准备好了，我还多带一些练习衣要来给你洗。这是上礼拜的啦，你积那么久。不过这个洗衣机看起来，这个洗衣机太高级了吧？这款洗衣机其实它是旗舰款的明星商品，它里面其实容量非常大，真的，它可以容纳17公斤的大容量。哇！窄身的设计，感觉就是不会很占空间。哎，这个设计很棒哎。对，而且它除了这样子，它还有多重槽洗净，这么方便，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很干净的状态，让里面的细菌不能在里面生存，自然而然的就是产生除菌跟除臭的效果。等于是一减二口袋，那减三口。对，那我就直接把衣服丢进去哦。它的按钮呢？它的按钮其实跟一般的洗衣机的按钮其实不一样，它是触控面板，你看按下按它两秒，嘿，它就启动了。那尊哥，那已经开始洗了，那可能洗完就还要再麻烦你晾一下。太过分了吧！我先去吃便当了，拜拜。其实洗衣服真的是蛮累的一件事情，不过用这么高级的机器洗，都变得好玩起来了。不止洗衣服，还可以让另一半喜欢你哦。这一路的转变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们要把这个气势一直延续到总冠军的战。我们没有退路了，不到最后一刻，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比赛开始，第一个篮下的速度其实相当，坂本中华，徐思雨的起跑遍布。要比对方还要凶，我们要跟疯狗一样咬着对方。要做得好。第一次试跳。
平常我们很安静的男生都很燥起来，他们今天真的很猛很帅，很像野兽。欢迎乐追杀，乐抓到一个变大怪兽之后，张雪碧有没有机会达阵？张雪碧被给抓到了，往前冲，没有抓到，但是我赢了 ，Touchdown！本节目由永兴药品冠名赞助播出。